这个是蒸箱啊，但没有蒸的地方，没有加水的地方。拆了，它一定有加，不可能没加水的地方啊！你这已经给人家拆了，你不要吧？我给它装回去就好了吗？它这充拉电的。对对对，嗨、哦，你早说嘛，早说我费这么大劲儿呢。那是烤箱吗？蒸箱。小猪放进来吧。小猪来了。你现在还要吃？我现在不吃，我是跟你们蒸。我想。那我们现在你想吃？我们少吃两个好不好？搞一只猪，搞一只蜂蜜，好不好？两只蜜蜂。还换了样蒸。你真的靠啥都靠武力解决是吧？蒸箱给人家拍的，你看看侧边。已经都出来了，都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好了吧？太逗了呢。那个要蒸多久啊？15分钟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我们先出去，回来再吃呗，对吧？老黄，哎，哪个好看呢？啥东西？扫帚。你看哪个好用，你看哪个好看干啥？这个得一直挂着，这个可以就这么杵着。那为什么它要挂着？它能弯过来，它能折过来？不能。如果折过来怎么办？我知道它能折，但是它现在目前不能。就这个吧。行吧，就要一把扫帚就行了。这个，你躺一下。这个很舒服，你躺一下，试一下。这个太窄了，不会散架吧？它那个是已经散架了吗？它已经散架了吗？不是，我做之前就这样了啊。不是做之前就这样，没有，它就是这样设计的吧？有这么舒服吗？怎么可能这么设计啊？脚踏上去，哎，真的耶，是不是？哎，哦，好，不想起来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居然比我也还会逛。走吧，回去了。什么样的角色？基层工人，是吧？我也什么样的角色？哎，这个很难回答。其实也没有具体想，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啊，